是咸，一嘴是酸，一嘴是苦涩带酸甜。咱的感情愈来愈甜，愈一半幸福的我甲你。咱亲像春天的花，笑眯眯。要亲像乌蝶的飞，黏滴滴。像咱的当初的约束，啥毋通放袂记，不管伫海角天边，爱着三不五时。亲像天顶的星，闪闪星。我亲像几朵的菜，欠你一米。用我的一生来等待，要为你来准备一杯茶，等我来听。就是山顶海边。现金也给你，奖金也给你，啊，我明天怎么样？我提你的钱要创啥啦？遥控器进来啊！喂，新伟啊，我看到恁妈甲腾讯的总经理咧，加油！恁两个够足亲密咧。I love him， 爱情就是安尼啦。我爱他，在我眼中，他是一个完美男人。迄个陈永华。是不是已经结婚啊？你是不是爱交男朋友？我嘛不要紧，不过对方若是有某的，我是绝对无法度接受的。大家去参加宴会，阿龙拢是阿婆带囝，就加阿你陈永华永远拢是一个人。你下影无也无紧，也毋过我就是我爱别人看咱无。你莫大家拢牵拖对遐去好无啦？是啥在看咱无啦？那个男朋友啊，爸爸妈妈交男女朋友又该安怎？自细汉，阮家就有三个妈妈，但不过无任何一个是我的亲生妈妈。我给你倒三缸，你那样子也就好，谢谢。好吃的来咯！爸，你家你快走来，你是胖妈你出来哭喘还有？啊！阿三，哦，好忙。哪紧啊？妈，刚好在花莲了。啊，给啦啊！哇，妈，我还就是讲你来家哦，拢是恁妈人的咧，啊？恁母啊，虽然人细细粒啊吼，我心肝足大粒的。我不但心肝大粒，我腹肠嘛足快。哦，对对对，看，足看。消磨啊，忙啥？不是无爱来啦，是无时间人来啦。所以，阮查囝咧开食堂，我要来店的行行看看。对。哦，什么囝囝？哇，足胖的。哒啦。阿妈会坐落吧？哦，做小妖上好，囝。哎，你帮我咬哦。来来来，你看你看。上好吃，啊！你爱学起来哦。好啦。哎，蛋酥嘞。来，一只一只。这都要要吃的时阵才放吼，安尼才有滋味。嗯。足香的呢。嗯。哎，妈，妈，啊，这西罗肉干。对啦。我调工的啦。你调工的？西罗肉，我嘛你罗肉的。啊，卤肉阁有分东甲西哦。啊，你先看卖啦。这个肉羹口味足鲜的呢。阿妈，这做好菜呢，你教我做好不好？你是要拜几个西啦？你若要甲伊学，你莫对我。可能是想讲要做好食肉羹，想讲看会当伫内底哦，找一寡灵感无啦？什么肉羹啦？
我最討厭就是哦，湯湯水水牽牽的物件，規定煮到糊糊。有什麼好吃？有什麼好？你什么都没记了了，啊！特别对这味安尼记条条哦，无怪人讲吼，做生做死为着食。物件吼，若爱食就是爱食，若无爱食就是无爱食吼。妈，啊！这明仔夜生气，你阁故意安尼做？好的啊。喂，大宋菠菜，他住恁都底啊？你甲你问呢？讲吼，这哪会叫做西萝卜，哪会歹叫做东萝卜？哈？不是东西南北。哦，嘿呀、啊，你上高，朴树朴朴个地抓落，大行拢知，啊，你莫甲解释者。西萝，就是咱常咧讲的米苏西路，西路叫做西萝，西路是做汤的汤料，叫做西路。啊，古早一直传，啊，传来传去，传来传去，讲到即嘛，叫做西萝，西萝卜，安尼听有无？我上讨厌，就是杂菜肉羹，啊，恁这哦，唔捌会，佫袂晓食物件的，只食到死死叫，啊，若我老味之家吼，买袂肉羹哦。一定爱卖这个清汤肉羹才有卖啦，这款的无卖啦。家己无爱食，就安尼撮撮念撮撮念。你无爱食，人别人爱食，这叫做三口一成难解啦。唔管爱食无爱食啦，若讲到煮食吼，爸精神就来啦吼。对啊。三个，你真正无爱食肉羹哦？对，无爱食，佫无爱煮。妈，这西萝卜吼，是咱宜兰菜，咱若是甲加咧菜单内底吼，一定会卖到冰岛，冰冰叫哦。袂卖啦，袂安尼卖啦，老皮之家无咧卖这款的啦。喂，老皮之家。你小看一下啦，你的老味之家哦，即摆吊伫遐咧纳凉啦。这间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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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，含笑食堂。卖啦，这是我上爱食的，咱来卖啦，好不？喂，你爱吃就要卖哦，啊卖就讲不可以啊。好啦，卖卖都卖卖啊，卖卖但是吃会当吧，哈、啊。是啊，来吃了你。哎、欸，喂、啊、喂，好啦，就一口俩，我吃快吐了，我都无路吃掉呢。好啊，你来打打吃吧。好，我一盘好不？你要不要吃掉呢？哎呀，你吃。来来来来。好吃好吃。对啊，有的像鸭汤，有的像土豆汤，对不？哎呀，人讲一壶米饲百样人，哪有迄落同？啥物款人拢食同款物件？教你袂啦。你头毛都翘到安尼，这种路也袂当用啦。啊，无是送叫你对是转安尼转来，啊，我着听人家等在遐拢甲收掉咧啊，你搁啊摕转来。伊走，你头毛拢直直的啊，用这路啊，足水的呢。啥代志啊？伊讲要炸弹书的，你要去看一下无？啥物炸弹书？就恁翁啊。讲话慢吞吞，我唔讲较紧嘞，即马是啥物人要去烫
的啦。哎呦，创啥啦？秋兰，我不爱吃西罗巴对不？秋啦，我嘛不爱煮对不？对哦，啊你不爱煮，不爱煮你就卖出去休困。你走来走卡，气坏的鼎，创啥啦？啊是安怎吼？我若看到阿肥，我就想要煮西罗巴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去遐坐咧休困嘛。啊，出去啊出去，哎呀，走卡小转来，我处理一下。去咧紧张啥话啦？人咧笑啊吼，啊无讲西罗巴就一定爱加入去菜单内面啦。你安尼哦，才够紧张，啊紧张落去到地哦，头壳就无清楚啊。菜色要加唔加？加嘛无要紧，无加嘛无要紧啊！啊，人迄食堂即嘛是头家笑话咧做，对无？你著好处理就好啊。菜单菜色要加嘛好，啊唔加嘛好，哪有啥要紧？我的目的也毋是安尼啊啦。咧煎蛋酥，煎蛋酥，哦，看你敢那无食？你即嘛安尼哦？留啊戆戆兮兮，啊煎这蛋酥规个安尼烧烫烫，较等下哦，蛋酥无钱哦，迄双手哦才煎了，啊那无咧印象。根本就无咧听啊，你看，算甲当欢喜呢。哇！阿妹。你看，有水无？看我。煮什么西螺吧？我来煮啦。你清醒啦！我差清醒。你还在生气啊？我才无喊你有滴。妈妈交一个男朋友，真正错。迄不是男朋友，佫不是。啊，人的太太感觉是安怎？互你骗的阿嬷，甲我的感觉是安怎？你看阿嬷，你就知影，暗时的心若是无伫家己的身躯顶。做太太有偌艰苦，你怎知影？我甲伊都毋是迄种关系，就亲像老朋友，足久无见面。你若拄到你的国小同学，你嘛是足欢喜的啊！有共款嘛？已经结婚啦！伊太太自细汉就足介意的，你知影无？足爱的。你听谁讲啊？我有的啊，啊。啊，迄个豪门婚姻唔对安尼，而且多一个太太不爱家己人啊。妈，就爱爸爸对不？就爱对不？
咱那迄个人的太太一定嘛甲你同款，就爱迄个人的啊。你放心，是不是爱情，妈妈恁的菜。香啊！要干嘛啦？香啊啦！谁说？嘿，等我，等我，你挂掉那个，你哪讲啊？进来啦！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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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，你给我安挨一下手就跌条条吼，啊我叫是讲野手。每次都救援失败，你阿强，这里汉桥哦，这里送你。哇，漂亮，就是耶。哎，阿公，哈，我嘞，我。你好。我冇。哎。呜。这人家都要送你。好可爱哦。你看了。这规栋满满拢是你的啦，自细汉恁都较疼你，敢那欺负你尔。这是着搞，你食醋？哪有？我着事实的啊。哎、欸，你给我讲较真的嘞，小鼻子小眼睛，脸这样来食醋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阿母公哦，这袂当啃啊，对不？这是蔬果吃的啊，若是用叉头吃的，袂当啃，做白事。对哦。就叉头，我欺负你。大哥哥，好，阿哥，阿你我找你来捡，捡啥头啊？头啊，嗯，爱有影嘞，唔通骗我嘞。阿大哥哥，好，阿你好阿你，啊，阿你我甲起个，哦，较袂叫有脾气，哎，吃吃吃，我起个好，马仔，来灶卡吼，欠一项去，哦，哦哦。这卖什么经营？拜拜鬼桌顶，雄啊！我叫你甲顾咧，你唔着甲话停，你互伊捡甲一堆垃圾咧。如果是骂我，无骂你骂啥？在想呀？雄啦！思瑶，你买几件？来，这送你。呜呼，跟你平水哦。啊哈，水水水水，哎呦，这甲烧水煮食同款啦，那熬起来吼都袂放袂起你啊。啊，袂歹袂歹。哈哈哈！哎，王姨奶奶，这上青啊！哇！你准备创啊啦？再搁有啦，再拢菜啊，再摕去煮啊！哈哈哈！哎，要安煮啦？哎啦，不管啦。阿爸一定会用的，哦，无你家这小白兔嘛煮餐嘞。哈哈哈！哎呦！啊！啊！门规定穿青色。哦，好阿仔，阿公无代志，吼，都是舅舅啦，每次搞不清楚状况到底在干嘛。嗯，还有那个兔子啊，好可爱。我哥爹，啊，我也未够单独跟那人见面。谢谢啊。因为我拄仔看到一个画面，迄是阿公当压力厝的时阵，阿妈迄种温柔的表情，
来这天已经等二十年了。这边回来宜兰，一路要陪你。陪阿嬷，还佫加工作伴。有时回来无闲，佫这么重要的亲人，我竟然为了一个二十年的朋友，把我所有计划拢抹乱去。搁差一点啊，牺牲掉咱两个感情。点我坐落来，还阁有放双客的代志要处理，我可能阁甲伊见面呢，安尼敢袂用的？阿姨，我。哪啦？我爱你啦！我英雄哥啦！看你穿安尼去啊！忘记了。小姑是谁啊？爱哭鬼，也不是一样。好啦，那晚上，我脱你衣服，脱你衣服。老马你啦，啊人爱菜吼，要煮偌济用偌济，我都扎好好。你要甲我提吃火，你唔着留淡薄啊，我煮。规个拢甲我捡了了，还要过来菜市啊？唔好你甲载人菜市啊，拢无收。你对号调哦，啊无较等下吼，人安尼啊侪若碰见吼，你就找。你看啥啦？哈？我咧等这菜哦，甲我讲话啦。起来啦！看甲神神，人一直甲你前呢，唔知叫是咧笑。莫插伊啦，不管你讲什么话吼，哎、欸，我哪会当甲菜讲话交流哦？这是做料理师上基本的功夫。我即马心哦，要甲静啦，要静就甲听，听我这个菜吼，甲我讲，讲伊吼要用买东西做什么菜式？我这啊，甲菜你讲话，太个歹个款。哎呀，你啊，人是头壳头家，啊你话啊啥也袂讲，你创啥啦？啊，伊也毋是痟，那伊来甲菜你讲话。吼，你实在是。喂喂喂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啥物痟诶？是上痟诶？卖甲伊冤家啦，安怎？你即摆讲我痟？你卖插，听你乌白讲，你痟，都爱亲像这个大众破西，会晓料理，会晓煮。唔才知影讲迄菜咧讲啥，才有法度吼，甲这食材沟通。恁是捌啥货？爱踮咧遮买，别搭个菜比遮较水。行，来走。卖买啦，卖买啦，无等下了，你头家来歹，甲管你我遮菜才来。啊，你还搁咧讲？哎呦，头家啊，你生理人呢？你哪遐歹嘴？啥物头家歹？人还要甲你买吼，甲唔甲你买是冤先到，唔冤回头。你安尼生哦，一寡人客你惊走了了。你哪安尼啦啦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啊，你唔是拢固定甲我买？今仔日菜哦，遮尔啊水，啊，即拢在地，拢在地花花咯，宜兰的啦。嗯，对嘞。即个母啊吼，伊讲花莲嫁安来。哦，这花莲的哦，啊，伫当时花莲的母啊，从路口来宜兰，我哪唔知，连你也唔知哦。哦，啊，无，即个也送去，即个也送去，送去。哎。一嘴是咸，一嘴是酸，一嘴是苦涩。这边人才讲哦，你是花莲受访来的，
安做了你。啊，你若这尔准啦，哈，要你帮我签乐透吼，我这边也送你好啦。啊，这个头发老公哦，你去大老婆旁边里头，无卸下无，老爸等你去。啊，我这也送你，啊，这也送你，我这也送你，啊，送你。感谢感谢。哎呦！啊，这个金龟哦，伊讲哦，啊，我唔知影讲你话，你是大三个呢，啊咧，啊拢送你，拢送你啦，拢送，拢送。啊，这边先啦哦，伊讲哦，伊讲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你遐搞吼，后摆若来菜市啊买菜哦，我拢带你来。有影哦，哦，好。加来加来。啊！人个头家讲哦，你大双破西，我目睭偌准的。钟离，歹势啦，迄吴英公叫你敲一通电话给伊。喂，哎，我下晡想要来山顶行行啦，啊，唔是来回去食饭。明仔载我去病院，啊，唔是才去过尔。有啦有啦，好啦，我会吃啦。哦，再见。伊就你看啊，可爱哦，老公 Q 的哦，每一道拢有，遮厉害啊，这个妈，我先来去上课啊，好，小心哦。阿公，我先来去啊，哈。好歹。妈，你跟你妈好好啊。哎，小心。伊军，啊，这是你爸爸。好。阿秋，啊，你唔是讲等人要坐，我去叫茶。好，卡咱坐你去。嗯，来，你先去，这样啦。爸，我一定会坐你去，你放心，哈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来这坐，来这坐，哈。好。哎呀，哎。我啦，我是讲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今仔等伤久，我也袂记得啊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吼会替你安尼记着了，好不？来，来你先小坐坐，我先来无闲，好，卡咱一定坐你去，好，你莫别走。小姐姐哈，哎，小姐小姐，哎，欢迎光临，来来小姐，来小姐，谁老妈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哎，宝娘那是有闲，就去做看卖嘞。暗时妈妈提一点过来，到时阵咱再比较看卖，看倒一款的口味，较合咱哦这边的人客啦。啊？又唔过使上土啊食迄呢？无紧啦，我妈妈做来是为着要刺激阮爸爸，又唔过我做是为着这个啦。像？为着。哎，啊，阮爸嘞？你等我一下。你打打印哈，一切。你敢看我爸？对，你拄则不是跟你讲话吗？欢迎光临，哎，欢迎光临，来得坐，来得坐，来得坐，好。
嘿，啊，一人博士，啊，都无偌久的时间啊，那大到快。起起来啦！我起起来啦！他这场，这场都我甲秋兰来争的啦。安尼哦，我已经知影讲哦，我要刻什么物件啦。哈哈哈！阿你我车倒来，阿你买对，我阿你载啦。阿你若要骑奥多麦啦，奥多麦较方便，较省油啊。我大学毕业就无咧骑奥多麦啊啦。你大学毕业啊？嘿啊！阿你什么时阵要带阮阿笑？我嘛想啊，二十年来上大个遗憾啦。啥？你咧讲啥？啊，无啦，我讲吼，我打毕业啦，我若找着头路吼，我就来去带函桥啦。我活拼的呢，大学无甲四年我就毕业啦。那呢你笨蛋啦！啊，阮家阿肥哦比较厉害，伊高中一年就毕业，免等甲四年。哈哈哈！我若想到伊哦，我就烦恼啦。是哦。嗯。啊，伊拢叫是你也无咧甲关心，你毋着爱甲讲。我是因老面。哪有那个无关心家己的后生的，都无咧喊过。对啊，我嘛是安尼甲讲啊。来，上车啦，上车再讲啊。好，你要载我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多谢你。阿华，我以前送你那份含笑花啊，你有用心好好甲照顾。有啊，但我拢分几啊盆出去啊。阮家一年四季拢嘛含食个芳味。吼、哦，你少年人吼、哦，讲话吼唔通安尼好虑。才几冬尔，哪有生遐尼紧啊？什么节？嘿，啊，是讲恁家个人吼、哦，有介意含食个芳味无？唉，一样米饲百样人啦。真侪人吼、哦，拢嘛较介意百合啦、玫瑰啦，这种较有主角气势个芳味。啊，我个人吼、哦、是较介意含食个芳味，比较较有个性。你讲的话哦，伤过紧，无经过思考啦。你唔知哦，无了解哦，含蕉伊好诶所在伫倒位。也是讲伯啊，你种遮尼侪花哦，啊，你要哪会知影讲，哪一种花你上喜欢？我意思是讲吼，咱人嘛有可能唔呐，干呐喜欢一种花啊，对无？你这个问题哦，那敢有人慢慢问我个？伊讲我是胖，我到处咧采花草，到底什么人啊？不是讲到处咧采花草啦，是讲哦，咱家本来就有一盆足水的花啊，啊，咱去拄到，咱原本就足喜欢的花，安尼要安怎？是不是要把他拿回去好好照顾？我感觉你问我这个问题，哪敢你乌骨来我跳？我见过你哦，你敢那有阮阿笑啊？尔，别个爱别人。对。在你遐啊，真麻烦你，你哪看到这，给我通知一声哈。小姐，谢谢。我刚刚找无啦。还是别闹啦。我回来喽。啊！啊！哎哎哎哎！啊！你哪有哪话哈？无，哦，你爸足厉害呢，迄路拢遐会认的安尼。真啊，着我讲啦，我伫遮开店开足久啊咧。哎呦，怎啊？你看，我去外口捡一块，有水无？爸。
你若无等我坐，无你嘛甲我讲一声。我无甲你讲，应该有咧。啊，你这到底啊是啥？啊，你无甲阮查某囝讲？啊？哦，对啦，师傅甲我讲啦，是我袂记啊。你讲你要找朋友对无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爸，你拢无吃哦？来来来，我从你吃。哦。啊，多谢你送我爸转来。爸，我卖枵呢。你真无礼貌，人是专工来看你，啊，你嘛陪人出去行行咧，好啊。暗顿吼，进前甲送去顿下就好。哦，好啦，我知啦，老规矩啊。爸，来来来，爸，去啦去啦，爸，走走走走走，去。韩小姐 ，OK。OK， 兄弟，啊，你这个戆到底啊，无采我咧听你，啊，拢袂晓替我暗看一下哦，害我出去一日顿下就水用未。我哪知影遐尼紧张啊！来，做梦我吃。好，好。嗯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。啊！啊！真幼稚哎，你啊！你还跟伊莎同我无干啦？哎，你会记咱？伊早定来这海边啊散步佚佗无？真久啊，要哪会记嘞？哎，啊，今日是安那？连你啊咧得失忆症啊？啊，不是讲好要做朋友？来刚找阮查某囝知影啦。哦，你甲除了因老爸以外，其他的查甫人出去，伊咧不欢喜就对啦。我是去我骗你。查某囝拢嘛希望爸爸妈妈是永远的情人，啊！你也袂晓甲讲，讲当年就是我输哦，因老爸爱因老爸真敖安尼。你先莫讲遐轻松无啦，太痛诶！因为这个代志对我太多真麻烦。想叫你要共骗，我嘛无希望讲安尼做贼仔诶安尼啊！啊，都老朋友尔，你是有啥物好骗诶嘛？对啊。那本来就无啥。啊，囡仔人唔捌啦，等我送你回去，我来甲讲啦。唔免，莫阁搞找麻烦。我袂甲刘寒笑找麻烦。你出去了啦！你这很丑哎！哎，你回来啊！加减嘛是爱运动啦。哦，好，我知啦，多谢你啦。好啦。嗯。无你甲阿伯讲，我先来走啊。拜拜。
传统的古早味西萝卜，改良版的西萝卜。哦，这讲咱老家特制西萝卜。啊嘞，七彩大会正式开始。耶！乖。哎，阿伯，阿伯无要吃哦。哎，小舅。啊，我上爱，伊上无爱啦。够香的啦！我跟你讲，这西萝卜吼，安尼煮是古早时代人较歹过，无肉通食。啊，想要食肉的时阵哦，啊，就用这个卵啊，落去煎煎哦，安尼一条一条，敢那肉丝嘞。啊，气味吃落吼，甲肉要同款啊，要同款，迄叫做满足欺骗家己啦。啊，不过现在的人吼，哎呦，这进步，哪有咧惊无肉通食？咱安尼推出这道菜吼，会当甲这个现代人讲讲吼，爱惜福。爱勤俭才是本吼，唔通伤浪费。妈，食菜我听你讲过，哪有遐忝？食啦。嗯，干哪食？我试你个。嗯，加油。你叫啥？没事的。嗯，会啊。讲完。厉害哦。你即嘛是咧煮啥啦？你敢人惨惨惨规空？那掺一挂阿萨布鲁的，这是咧啥货啦？伊拢肯伊爱食呀。嘿啊，我若是爱食，人客嘛一定爱食。嗯，不一定好不好？无嘞，你爱食，人客就爱食。哎呦，你甲看嘞，安尼规坑啦，那敢那菜粿哩啦，迄我就无爱食。就算讲吼袂歹食来讲，我敢看起来吼都袂好食款啦，歹食歹食。啊？好，跟妈讲的跟我想的同款。啊！你，哎，我家己吃，我家己吃。好啦，娃娃，因为我感觉吼，加蛋酥较高刚啦，所以就用吼真的肉丝来做，大家看卖嘞。哦，无生意，这也不是正港的西萝卜。哦，这样你敢那肉羹的呀？无。阿公妈，肉羹是肉羹，西萝卜是西萝卜，这是改良版的西萝卜。妈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因为伊咱即卖功夫吼，阿要炒蛋酥吼，炒了袂水。嗯，无心妈，你若是把心哦放在食堂里面，就不会这样，干毋是？哦，找伊那人，想食好食物啊，全部较甜的，跟你妈妈讲话吼。声头脑较低咧啦，阿妈坐伫边仔，你安尼吼，会去夹着阿妈耳啊？嘿，那对啦吼。别紧啦，你嘛是就事论事啊。采取肉丝吼，咱会当首先准备，要不拿炸弹酥，咱都现场处理。我是讲，我到时阵哦，厨房无用袂过来啦。所以我就建议讲，无咱就先用真的肉丝来做，你看安尼好唔好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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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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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会。你好，谁啦？你明明就答应我不会再跟他见面，这不光你啊呢，你这变白痴了。是因为阿公无去，拄好，所以呢，所以你要拜托他去帮你找，啊？我跟阿妈都唔知影代志，是安怎要去找伊？心慧，你跳的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说话？你别个讲啊！心慧，你这骗子！我冇想要看到你。
师，会当将伊切拢放袂记哩，是毋是嘛足好诶？若无记得，是毋是就无痛苦啊？啉茶啦。这茶吼，都有八分嘛，崩，吃八分吧。其实幸福是足简单。爸，啊，你讲无记得，是不是快乐？干那你一个快乐，啊，其他拢受苦，敢不算快乐？想要甲放袂记了，往往拢是记忆上掉。所以吧，你去台北迄二十年，拢无将阮放袂记。讲讲呢，我去台北老去，我无去阿久啦，啊去两三工尔，你都咧想我。打算你哪样的想？你敢要离开我？你应该知影什么较重要？爸，你拄仔甲我讲这么多，是不是有什么代志要甲我讲啊？有啊。咱是两个菜单哦，加加西罗吧。那个路，甲摔断去。也那个路，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结婚礼物。无啦，爸，那路还好好啊，我看妈也咧用呢。那是我后来哦，佮带春娘啊去买的啦。啊，买断了，我将提去摔断哦，用豆油啦，用水哦，甲浸没久啦，浸了。我想讲无代志啊，也毋过我看春娘啊，心情又阁是真歹，真郁卒。我才想讲，遐大事要安怎？啊，伊也是恁妈妈煮的西罗吧？我才破嘞，头一遍，都能老味之家煮西罗吧好食。我哪都不知道这个啊，啊我也不知道呢。这就是我不应该跟你说的秘密啦。春娘啊，祖先跟大跟现在到底的时间也无偌济，我唯一会记得，就是我煮西罗肉好食，伊食甲足欢喜，食甲舒舒的。啊，原来尾仔夹断的迄路啊，毋是较早的记哦。虽然无同款，但我感情搁较深。
初次的滋味，怎样叫应该啦，袂记熟悉的气味，我想要回去，你出现的那一日，我想要回去，趁我也会记，我要亲像我唔捌离开，我要抱你安然唔放开，我要请你听我讲，我。啊、我跟你斗三工无啦？别，我等你给我付掉，你再挂我身上。我是要跟遐个我斗三工，已经你喊救命啊！你若继续安尼说落去哦，因就互你分尸啊啦！你够了，蔡天浩，我不要闹事，不要闹事！你不要以为我叫你欧基上，你就真的是我长辈，但尬死我啊！什么东西长辈啊？买我长辈款啊？什么样子、啊？我是要跟你讲，代志有是非黑白，你唔要发脾气，找我就好啊。西老板要参吧，这是我的意见，跟头家娘无关。料理就是爱对时代行，西老板参吧，那口味较好，嘛更加营养。哎、欸，那要讲啊，我无想要听啦。你这个人脾气那么坏啊！我是好心，无希望你误会头家娘。唔咩？这是我跟我妈的代志，你不过是一个员工，是一个外人，唔免你加步。我加步？你真正是好呆呢！你现在有妈妈陪在你的身躯边，这是我幸福的事，到时要为了小可的事就在那边冤家。你知道他干的，他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捌。你才真正不捌的，你已经几岁了，跟那囡仔是卡袂着赛性的，你是有公主病哦、喔。讲袂出声。是不是山猪啦？你怎叫到大声啊？是啊，你看，这暖气啊呢？等等等等，这是吧？是山猪吧？看起来真的是山猪哦，而且我们拿了一只哦。哎呀，这山猪赛哦！哦，不是啦。这金鸡啊！哎呦，你很无聊哎、欸！
若是无甲你抓起来做料理，我都无叫做刘春祥。哇，哎，安尼，恁就惊啦，吼。怡君啊，怡君啊，你别惊，一切有我伫的。山猪是要安怎啦？我一定会甲抓起来，你别惊啦。不行啦，那山猪就怕人呢，很危险。我知影，山猪啊，歹碰歹，但是足戆的。我只要去山顶闯过的陷阱，我一定会当抓到山猪啊！我一定会当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，我袂放心啦。但是为着你，还有你的安全。一定爱去，春雄，怡君，你，怡君，你叫你妈妈陪你去啦。啊？哎呦，你阿爸没按哦，山猪拢会惊起哦，他都危险要上车喽。哎，你讲啥？比山猪更卡歹啦！是吼。嗯呐。啊，唔过。怡俊，你稍等我一下。你等我一下啦。我陪你来啦。说你。怡俊，我爸爸较早是做食的啦。我先想讲，干嘛当用这物件来留掉伊的记忆，安尼有效无？有呢，有效呢。但是有几个原则吼，爱把握住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在煮食的时阵吼，青菜要放多一点，哦，啊，蔬果要放多一点，啊，肉如果要用的话，要尽量用白肉，哦，譬如说像鸡肉、鱼肉，那红肉吼要少一点，然后尽量用蒸、煮的方式，哦，那如果真的要用炒、用炸的方式吼，那要用植物油比较好。无咯。那要煎、要煮、要炒，用猪油上香啦，是吧？等咱回来哦，来去市场了哦，找猪肉仔。嗯，好。还有糖尿病哦，那在水果选择也要故意选那个比较不甜的水果。啊，我知，今毛食药咧控制啊。加食芭乐应该袂歹吧？吼。芭乐袂歹。我们这边有一本书可以介绍给你哦，你可以带回去看看。谢谢。这本是啥？这是我们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所出的养生书。哦，它里面会教你怎么烹煮食物。对啊，还有介绍食物的特色。对啊，嗯，介绍菜呢，啊，这款对我来讲简单啦。那个和尚，用声音把惊走啊！山猪啊，应该是对这来无唔对。什么？我讲山猪啦。对这来，你看迄金鸡仔粽，喷到长了了。是吼。嗯，真妖秀，规形拢灵。阿姐妈嘞？我看卖。对这。对这。杨气吼，要把它吸进来，你看了哦，来。哈哈哈！那嘴假的，太狂了。哦，阿伯安尼啦，甩手工也不错。来，卡克晕，与肩同宽，卡我鬼啦。我们有一套333原则，意思就是说，每个礼拜要三次，每次要30分钟，做三种不一样的运动。譬如说像太极拳啦，像甩手啦，甚至简单的走路，都可以三种运动。如果家属可以陪着一起做，那阮家会更有这个动力去做。动作明明哦，你看安尼规零拢零零掉。嘿啊！我记安尼甲你吞吞的，夭寿呢？哦。来，加，加。加。哦。这里。
这新会哦，今来嘛，甲这山地料要同款，安尼翻爸爸放晒高芒打，合袂着，都甲笑啊，点仔咧晒圣地。啊，唔得笑，见爱珠，死落吧！啊，你即摆讲安尼，唔得怪我。我哪敢啦？爱食西螺肉的人是我呢，我哪敢怪你？是讲，妈，啊你哪雄雄想着要煮个西螺肉？哼，再讲你，食了大大颗，一颗叫瘾个，一项嘛唔捌，没煮素嘛爱看电视，啊电视咧甲恁教，教讲哦，迄落失去记忆的人哦，买好吼，你著甲刺激，啊容易哦上讨厌的物件。我知恁老爸吼上册食西螺肉。恁祖妈超工甲煮哦，规脚，吼，迄天看到迄脚肉哦，规个面拢变起来，一个变啊臭糊糊，讲讲一大堆。伊转来到家里是一当时看伊讲啊侪话。哦，哼，啊，我叫是讲吼，你是因为听我呢？嗯，我敢无听你哦？啊？啊，你若要食啥物时阵煮嘛会使啊？那着费啊大工钱。妈。伊讲新会哦，成山猪，我看吼、哦，你嘛做成山猪嘞。你怎啊讲啥笑话？啊、我成山猪，无、啦。啊，我唔猪母。我哪有咧？啊，你啥？你才精神哦。我哪有讲笑话啦？啊，你明明就关心迄个人嘛，佫讲讲一大堆。你看，伊个猪脚啦，搜出来啊啦。啥？你要好高啦，猪脚，牛脚啦。那有啥物关心甲唔关心？我是想讲吼，予伊个记忆吼，紧好好起来，紧转迄边啦，转迄查某身躯边啦，莫踮遐乱，踮遐吵啦。我才无想要阁做伊个奴才，要甲风胎哦。水，若照你安尼讲吼，等伊个记忆若恢复，我随替你甲送转去台北，啊？你也山猪，你也山猪啦。放转去，放转去，放转去，放转去。心思啊，无啦，你有心思啦，无啦，爸。奇怪呢，啊，你有心思，谁人唔敢讲？爸，你今日去啥去啦？会啊。为着健康，愈来愈侪人喜欢吃素食。不过，若是跟外国人同款，吃生菜沙拉，唔那家里起的菜比较少，嘛比较不符合咱民间爱吃小汤汤的习惯。所以，蔬菜汤是养生素食里底真好的选择哦。利用蔬菜的清甜，会当煮出一碗滋味丰富的高汤。里底包含了十种蔬菜以上的养生蔬菜汤，及几项抗氧化的高纤汤品，独料有丰富的纤维质，加多种矿物质，也够有真侪植化素，对吸收身体所需的营养有真侪好处。还袂转来，敢要离家出走？怨叹有几声。
莫跟我讲伊咧坐轮椅，你就是咧欺骗。我甲这项代志无甲你讲，其他拢真的啦。就算有一半是真的，迄嘛是拢你讲袂出。小姑啦，快点。快点。先打电话来。我要等你台吧，我要等你台吧，我要等你台吧。怎样叫我放袂记初次的滋味？怎样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？我想要回去，你出现的那一日，我想要。我不知道留在哪里去。